你在忙呀？因为这个离圣诞节接近就很近了嘛，越来越近了嘛，就是在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嘛。每个地方嘛，虽然他们西方那边的圣诞节接近嘛，大家急着都想要这个礼品了嘛。啊，虽然这个，啊，在这个货币方面，啊，会有一定的，关系因素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毕竟这个市场，就是说出口，这个销售，生产市场还是在生产这个环境是在中国，所以呢，这个在这个影响方面不是很大，外商呢也是对这个方面呢，他不是很注重。对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金融危机的阴影，我相信，面对以后这个市场，面对全球大家这个经济，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这个市场可能会越来越好。如果要是人民币增值，美元贬值，这样子就会使之美国的这个百姓增加这个负担。原来他是用1块美金就够了，现在他就用1.2块或者1.3块美金才能够够到。